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刚刚已经看完我暖身时候发生的事情，现在要来看预赛啦。Let's go！ 现在是在动态起跑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很明显，我是最后一台车，对不对？从第三十位起跑，示范一下，从第三十位起跑要怎么做。你有没有发现我故意跟前车拉很开，因为我想要有一段加速距离。好，我就一直加速，加速到后面的时候刚好灯灭，有没有？我就拉出来，所以我的速度就可以比其他人都还要来得快，是吧？然后记得在车阵中的时候，车多的地方不要去。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有没有发现我刚也没硬挤进去？好，你看现在大家是不是都走外线，我就走内线，知道吗？车多的地方不要去，记得。尤其是在动态起跑的时候，因为车多，它变速就会很多，很容易就会飞来飞去或撞来撞去之类的，所以这个要特别特别特别小心，不要去分什么叫做内线，什么叫做外线，内线可以，外线不行。其实不是，如果大家都在内线，那你记得就走外线；如果大家都在外线，你记得就走内线。记得在动态起跑的时候，先把人先把它闪掉，这个比较重要啊，因为人太多在那里，就是变速会太大，很容易就是。又再加上这是125，它的速度会比较快。那因为它速度比较快嘛，那可能稍微一个闪失，你看我刚刚在暖身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其实我已经看到了，我已经反应过来了，我还想就是慢慢往左边走，然后再这样绕出来，就没想到，往左边走，它还在后退，而且我车速也没很快。你看，慢慢过去以后，后轮起上去就飞起来，那这样下，你看车架就歪了，后轴就歪了。所以在跑这一场比赛的时候，你如果注意看一下，我的方向盘是稍微有点歪歪的，我是这样歪歪的在开直线。但是我觉得文哥已经非常厉害了，他可以把车架救成这样，把后轴救成这样，已经非常厉害了。现场野战雕，然后后轴是吧？大力敲，拿那个大铁锤用力敲，是吧？哦，所以也只能这样了，就是尽力。啊，当然这样车子稍微歪歪，你的动态就会稍微比较奇怪，开起来就跟平常比较不一样，会比较挣扎一点。OK， 但是我们就是尽力把它做到最好啊，尽力去把它做到最好。当然是如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，这是最棒的、最完美的状态，是吧？那记得，如果当你车子在歪的时候，你在开的时候，你就稍微感觉一下怎么样可以控制住这一个车，因为它一定会有一个弯比较好进，一个弯比较不好进。那原因是因为它稍微有点歪掉，所以有一个地方它可能顶高的时候很容易顶得很高，然后另外一个地方顶高的时候会不容易顶高，这种感觉。那顶高那一个地方就会比较敏感，所以你就要去调整了，就要去调整了。OK， 这样了解吗？好啊，接下来我就在。尽量在追击前面的车子啊，哦，那像刚刚一整个集团过后，现在就是越来越到前面车子的时候，你就记得要预判前车的动态，你要知道就是你哪一个弯可以动手，哪一个弯不能动手，好，你自己要分清楚，不要看到有缝就进去，这样容易造成自己危险，也容易造成他人的危险。OK。所以就是你就在旁边，就是好好观察好，好看你觉得什么地方你动手比较有把握，这样子啊。当然你技术也是要把它练好啦，哦，这个很重要啦，哦，这个就是经验啦。因为有时候你在比赛的时候，你需要累积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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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验，哦，你要累积非常多经验，你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。OK。那像现在就是在直线，就是一直冲啦。好，那这个直线一直冲，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啦。哦，就是反正就一直上去嘛，然后就跑好自己的配速就好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就是当你被后面，或者是你在后面集团太久，前面集团通常都会跑掉，是吧？哦，因为前面的车子它会越来越快，所以你看。我的那个离前面会越来越远 ，gap 会越来越大，而且会越来越不容易去追击前车，因为前车它会越来越厉害，因为毕竟跑在前面的人一定都是比较厉害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像这一场比赛我是30起跑嘛，
最后追到第十一位，完赛的时候是第十一位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就是超了十九个，或是经过十九个车手这样子。OK， 那把这个影片放给大家看，然后大家来就是学习一下。那其实我也不是想要就是讲说我自己啊多厉害，其实不是，是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赛道上，大家最重要的是就是把人跟车安全的带回来。那我想给各位一个在赛道上安全比赛的观念 ，OK 啊，有这个基本观念，我们再来建筑在这个基本观念之上，我们再来讲技术这样子 ，OK， 不然有时候就是会造成自己危险或造成他人危险，这都是不好的，可以吗？好，虽然我在这一场比赛最后的时候，因为我还是会有点忍不住，会有点想要硬超啊，但是有时候这样就会有点问题，因为变成你可能不管哪个方面有问题啦，就是你可能速度跟他差不多，你要硬超的时候，这个可能就会发生碰撞啊，发生碰撞可能就会有争执，啊，这样就是比较不好，尽量就是超车的时候干净一点，利落一点 ，OK， 好，那我就努力追啦，所以从这个影片，应该各位车友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记得动态起跑的时候，你只要在越后面，你可以稍微拉远一点点，好，然后获得一个最大的加速。刚好加速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刚好可以从它旁边拉出来过去，哦，这时候你就有最棒的一个速度，这样一次就可能可以先过好几台这样。那接下来在集团里面的时候，记得车多的地方不要去。好，不要去分什么内外线，你看哪里多你就不要去，就走另外一边，好，这是比较危险的。然后不要把一群车这样硬挤进去，这样变数会太大。然后再来就是等到超到可能前面都是一个一个的时候，你就记得就预判前车的动态，对不对？好，跟紧，然后到那里要执行你的动作的时候你再执行，这样会比较安全一点，好，比较不会有就是太多的意外产生。因为毕竟嘛，你也不希望就是已经跑到前面了，结果又不小心碰撞，然后又掉到后面去，或是甚至没有完赛，那你刚刚抄的那些不就是白费 ？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比较有点像忠告啊，希望就是各位在比赛的时候要懂这些基础的安全规范啊，这样对自己对他人啊也比较安全。好，啊，现在镜头开始有点起雾了。我下次在里面应该放一点防潮片，因为难免嘛，有时候它会有盖子，盖子因为外面有一个潜水盖嘛，啊，因为一定要保护那潜，保护那个机器啦，因为那个镜头可能在这个速度下打上来，那镜头都是直接碎掉的，我碎好几次了，屡试不爽，所以有那个盖子啊，我以前又觉得塞那个就是防潮片觉得好像还好，那可是从今天看来真的有点必要。你看我们剪师都把镜头把它转到后面去了，因为你看后面的镜头比较漂亮嘛，因为实际上前面的镜头已经有点起雾了啦，好，这样子 OK， 好，啊，把这个影片分享给大家，好，把这个影片分享给大家。实际上赛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嘛，像这一次的那个主办方，好， TKC 他也非常用心在办这一场比赛，他也都把这一场比赛办的就是尽善尽美，也有都针对上次的一些缺失做一些针对性的改善，啊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棒的，代表这个主办单位是会听进去谏言的，而且他会去分辨是非的，然后对大家都是好的，对大家都是好的，所以这一次比赛也比上一次比赛多了一些，例如说规则啊，或者是一些提醒啊，好，我觉得这都是好事，这都是有助于台湾这个赛车运动的发展。只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讲一下，我最后因为我本来设定要前五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追到第十一，哦，现在要进 Pit， 因为已经结束了，我追到预赛追到第十一，那预决赛追到第十，然后决赛第十起跑，最后也第十结束，没有进入到我想要的前五啊，我会觉得有点失落。我下次我会把它拼回来，是吧？因为这一次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讲。就是暖身的时候就先遇到这些事情，然后再加上
啊，真的是百感交集啊，很想要就是车子是好的，引擎是好的，好，人状态是好的，来拼搏这个就是非常尽兴的一项比赛啊，这样输了我也心甘情愿，是吧？好了，大家一起加油啊，也帮我加油好吗？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啊，这是我们继续做影片一个非常大的原动力。那一样有任何问题，你也可以留在下面啊，我们也会尽量去做。OK， 像我们这一次礼拜六晚上会去高雄啊，草衙道。去录制草衙道的出租车怎么做，礼拜天会做一个完整的录影，这最主要也要感谢一个就是高雄的企业主，希望我们下去做这个影片，然后他要提供赞助，非常的感谢。 OK， 那我们也是就是秉持着我就热爱这一项赛车运动嘛，那我就把这个运动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可以越多人参与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可以交给越多人，这样我的对手就越多，是不是？我就可以更加磨练我的技术，是不是？是吧？啊、哦，对吧？啊、哦，跟那个我很喜欢教程式语言，道理是一样的、啊。在程式语言的世界，大家那个原始码大家都是开放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就是很无私的奉献交流啊、哦，我很喜欢这样的精神。OK， 好、哦，请大家多支持我们，然后有问题留言，拜拜。